草缓解头痛和紧张性头痛，自然疗法的神奇力量。薰衣草缓解头痛和紧张性头痛。头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不适之一，可能因压力、疲劳或紧张而产生。对于那些希望避免使用药物或寻找自然疗法的人来说，薰衣草可能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薰衣草的香气和应用于太阳穴或颈部的薰衣草油被认为能够舒缓头痛和紧张性头痛。这种自然植物的放松特性可以缓解紧张的肌肉并舒缓神经系统，提供一种安静和舒适的疗效。薰衣草的放松特性。薰衣草是一种具有广泛应用的芳香植物，被广泛用于芳香疗法和自然疗法中。其独特的香气具有镇静和放松的效果，被用来缓解压力和焦虑。当应用于头部，尤其是太阳穴或颈部，薰衣草的香气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影响神经系统，从而减轻头痛和紧张性头痛的不适感。薰衣草油的应用。薰衣草油是一种纯天然的精油，其具有舒缓和放松的特性。当你感觉到头痛开始发作时，你可以将几滴薰衣草油滴在一块洁净的布或纸巾上，然后轻轻按摩太阳穴或颈部。薰衣草油的成分可以渗透皮肤，与血液相互作用，并提供缓解头痛的效果。这种按摩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放松紧张的肌肉，减轻压力和焦虑感。